他对苯二氮灼类药物过敏，你们当家属的也太大意了。还好你们送医及时，住两天院，观察两天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没事。连自己吃什么药过敏都不知道，难怪你哥连怎么照顾你都可以写成一本书。 这个讨人厌的家伙，连别人的梦都要霸占。你醒了？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昨天晚上突然晕了，我就送你过来了。谢谢你啊。 不过，我这小身子骨，三五年也没个感冒什么的，怎么突然一下就晕了？难道我最近真的熬太久了？现在几点钟了？你干嘛？今晚截稿，再不回家我就来不及了。你不能动！哎呀，十万火急，你别拦着我！ 你还是病人，别闹。但是我如果不按时交稿，工作就没了。要多少钱？我不给你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你能驳我一天，你能驳我一辈子吗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。可是医生说了，你还不能出院。 那怎么办啊？拜托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你需要什么？我去给你拿。那笔记本、手绘板，还有床头柜子里第二层的那个 Hello Kitty 的化妆包，阳台上的睡衣，电动牙刷，还有漱口水。笔记本和手绘板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小川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顾总，我这就去办。